下扫到中间，对，可以动一下哈，来，对，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换一个第二个拍照队形，请转换。好，延伸移向你的右手边。好，回来中间。好，左手边来一个，来，要不要摆一个可爱的姿势啊？好，很乖。好，回到中间。好，我们看上台摄影大哥哈，一定要动一下，动态的。对对对，来跟镜头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哎呀，很好。Hello， 你们好。你好。来，先跟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吧。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。新歌了，好不好听？好，非常厉害的新歌。那部分，好，就是因为这首歌就是普遍的，我负责的歌词的部分，它的音都蛮高的。然后就是粉丝应该知道我是一个声音比较低沉一点的人，所以我在唱歌的部分就是有多去练习了很多地方，像是在唱歌课以外的时间，我常常会去借像录音室这些地方来自主练习这样子。然后在肺活量的部分，我平常有骑脚踏车跟游泳的习惯，所以是靠这两项运动来维持这样子。谢谢。哇，谢谢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佳丽。然后对于那个练舞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要同时能唱好跟跳好，需要很大的肺活量，所以我在这边下足了十足的功夫，还有在表演舞台上的表情。然后我也常常对着镜子练了很久，希望能把最好的一面带给大家。好，谢谢。果然有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西雅。那这次的最新单曲 TTP Festival， 它是一首很不管性别、年龄都可以尽情享受的歌曲。然后舞蹈动作大家看一看，其实是很适合大家一起跳的。所以希望今年夏天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一场 TTP Festival。哦耶。对，夏天有你们真好哦。然后而且我觉得，要成为成功的全方位艺人真的很不简单。大家看到的都是比较光鲜亮丽，或者是开开心心笑的那一面，有没有在背后承受很大的压力？然后怎么纾压？我觉得我要问一个，刚刚看起来有啦有啦，来回答这一题好不好？来。觉得，因为我们发单曲前都要经过严格的评选，决定最后发单的人员。对，然后有时候会担心自己会不会没有被选上，或是其他成员会追上之类的。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影响自己的表现。然后也很谢谢在场的粉丝，常常给我们的加油打气。对，很谢谢你们，才可以让我一直努力到现在。谢谢。感觉他有舒压了，好。